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拉风镍产品介绍。今天的我介绍的 是什么？是 Wooden Butter Cube， OK， 这叫 Wooden Butter Cube， 这是属于 Safari 的。然后这个意思是两岁或两岁以上孩子们都可以玩的。So， 现在我们一起来开箱。OK， 这就是我们的 Wooden Butter Cube。So， 这个呢是属于 Safari 系列，对不对 ？So， 还有我们还有给这个 ，OK， 这个是。拼图参考卡 ，OK， 这里我们有很多个，看到吗 ？OK， 这是每一个不同系列的 ，OK， 所以我们今天的是这个系列，我们可以做1、2、1、2、3、4、5、6 ，OK， 这是动物森林的，所以我现在我示范给你看啦 ，OK， OK， 所以这个是要去转它 ，OK。你们要去转它 ，OK， 你要去转它，转它，转到它也要出来哦。OK， 所以如果他们不适合的话，就是如果他们转了哈，他们看到我不适合的话，他们会去思考，他们会思考要怎样转。OK， 他们要思考要怎样转。说、so， 这个就是一个河马，说、so， 还可以做斑马这些等等等等的咯。说、so， 这个呢是 100% 全木的，而且它的颜色呢是没有 toxic 的，而且重点是它的木艺是实心木啊。说、so， 家长们你可以放心让你们孩子们玩。OK， 说、so， 这个呢是可以让小孩子学习到什么呢 ？OK， 第一呢是可以让小孩子学习到不同的颜色，第二是可以让小孩子学习到不同的 object。第三呢是可以让小孩子学习他们的 pronoun， 河马、hippo， 这样他们就去学习到他们的 pronoun， OK， 就是 linguistic skill， 还有可以让他们提高他们的想象能力跟创造能力，还有提升他们的 thinking skill， 还有他们的眼手协调，啊，所以今天呢这个 wooden butter cube， 我今天呢就介绍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看。